一测能见到第一个蛋蛋好友了。看到以前朋友的人，你还能记得他吗？蛋仔真是让人太感动了。评论区的大家都记得自己的好友，有震惊到的，还有瞬间回忆起来了。你还记得你们的好友吗？他还在你的身边吗？大人们真的没绷住。你的我只是网络传闻，没想到是真的，现在还被孤立，活吧，谁能活过你啊？走，一会儿不敢烫了。咋的？村里来通知了，村上发老头。咋发的？俺人头一人一个。咱俩的？咱俩废老头，咱俩仨。不是，你俩凭什么多一个？什么意思？你们俩废老头就能多要吗？那给我来50个，不然低保根本不够我花的。你俩来踢球的是吧？传球呢？还一人一下，这要是他输了，不得更生气啊！好好好，真是让人酣畅淋漓的配合啊！绝美，非常的绝美。我被霸凌了，校霸抽了我爸爸的嘴巴，但是我不服，放学我把他约在了小花园。他又抽了我爸爸的嘴巴，我服了。我一气之下就气了一下，东东一肚子坏水，还装挂机，捣蛋鬼模式穿越来的新鸡蛋是吧？你有病。